晚上先播一会儿，一会儿换人。哎，这不是豪姐吗？豪姐晚上好，豪姐最近玩啥呢？还差一个。八个电晶石，三个电晶石，五个电晶石。玩 RE4，玩不来恐怖游戏，这不是恐怖游戏，这是突突游戏。打怪大概1分钟。和重弩定番的玩法是一样的，和重弩定番的玩法是一样的，只要安排的好。就可以速杀，51个，这样的话，看看最后一个多少，这样就知道这个高级改造券能不能买。箱子可能用不上了，高倍镜，10+5等于15啊，如果有，如果有19。电晶石能换就好。如果能有19的话，就可以买一个改造券，加上惩罚者的激光瞄准镜，还有一个红色线柱石。高倍镜就不要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舍弃改造券。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身上有个急救喷雾，这个红黄绿给它卖掉。对，给它卖掉。出售价格，哎，换错了。Welcome。红黄绿卖掉，20000呢，Thank you。爽，27万。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这一蝴蝶拿出来。Welcom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That cash in your pocket or your life is a choice, mate. 这一周目嘛，怎么这么有钱？因为省呢。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中改的枪也就一把，其他枪也没都没中改。36000。There you are. 47000。哇哦，60000！其实把这个中改券改掉是非常非常划算的。Bui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八发。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 1.5倍，高级改造券，好像给这个麦琳用掉。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 stranger.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 You'll see.
杀手七不够帅，这把更帅一点，这把更帅一点。好，蝴蝶的缩框太慢了，是的，缩框很慢。这边这个四格的应该放个啥好？杀手四十七可以，杀手七吧，那把枪好像叫，杀手四十七是什么？前面应该打 Crouser 了。哇哦，这么远，还有这么远，后面还有军事基地了。晚上好呀，这个 Crouser。下去回头有个甲虫，哎，等一下，没有了，拼刺刀了。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rookie. Rookie. Oh, worried about the girl. Is that it? That's just like you. You always had poor judgment. 他怎么一脸血？是之前受伤是吗？More naive than I thought. You can't save her. You can't save anyone. Give it up, Krauser. Being a lackey for these maniacs won't bring your men back. And what the hell for? Revenge on the government? 没有伤害加成了，那不是没了。Revenge. You think I'm doing all this for revenge? Isn't that what this is all about? See.In that jungle, I had a reve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is world is pure, unadulterated power. Power, 你要 power. Others have given me that. You know, you were always an asshole. But at least you had some kind of code, some honor. Look at you now. 你不也有寄生虫吗？说个蛋。Enough reminiscing.Move out and draw fire, soldier. 五连击我好像之前拿到了。你怎么用枪啊？你妈丢人！他说这儿有个，你妈的！哎，怎么从这儿开始？为了一个那啥，哦，你shit。
哎，这不是魏叔的台词吗？他怎么用火箭筒？他要去打他吗？是不是不应该装这个镜子？这算是没成功吗？哎呀，打得不太好啊，这个阶段，几个阶段我也不知道。爆炸剑、爆炸弓弩，我也有的。对，没有什么完美谈判的，最后那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热线，谁？啊，没事，继续。37发。哎，我按了，我按了，怎么回事？来不及。打得不太好，提前一秒按，按了，但是因为延迟系统没有反应过来，先躲两次 QTE。对呀、啊，这还是一周目呢。我操！算了算了。I don't remember teaching you like that.
哎呀，他他他！哎，人，哎，你作弊，他为什么上去？哦，五连中啊！不行不行，五连中可以。为啥不用默认键位啊？因为不知道，喜欢二三蹲下，但是他二三也是 QTE。圆圈应该是叫 Ashley 吧？这里为啥不用枪？我也不知道为啥。这里不可以用枪的吧 ？Boss 用刀的时候你用枪，那不是跟 Boss 一样无耻？哎，我是没拿到。能吗？按哪个其实是一样的，主要是反应。你去你的吧你！连接喷子啊，就是枪难中可还行。砍头可能伤害更高，是吗？哼，还是喷子好使。贴脸喷，接得住吗你？刀坏了就是用枪的，这应该不给捡点刀。哎呀，这不绿草吗？枪又准又快，十步以外，他们你用刀你也划不到。嗯，狙的子弹，难道用狙？9.07，5.3，但是弱点是两倍还是三倍？弱点威力乘三，具有穿透，然后威力再乘二，30一枪。这个的话全中，也就9。我把这个啥呢拉。一倍镜二倍镜没去，没什么感觉。为什么这个二倍镜感觉很二，那个二倍镜好像跟没二一样。我刀没有快不行，这把是备用刀，我主刀卖酒耐久还是满的。我主刀在这儿，那就满的，没事儿。但是实际上用枪点也挺快的，近距离用狙不太好吧？来个存档点啊！对对对，来来来。Go with your gut, don't think.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you taught me. 橡皮人是可以逃课的，热成像还要用一次。橡皮人就不打就行了，是吗？
但我想打，他们有掉宝石。二周目这个钱是很重要的。声音。我去。他偷袭我，这个屌人！你这个地方怎么关掉他？你，我去！你这个地方，你这地方肯定触发。啊？打机关是吗？用枪打一下吗？是吗？我以为只能躲过去。Go with your gut, don't think.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you taught me. 嘿嘿嘿，是说在麻袋里那几只？对呀、啊，那三只必变带刺的。我屁股，你敢埋伏我、啊？妈的！啊我，哎，还有个夹子。过分了，坏了，好家伙，我的防弹衣。这他妈Crosa 为什么这么原始的啊，这么原始的机关，过分了，真是。I'm no stranger to covert tactics, remember? How can I forget? Shit. 隐秘行动，你有我强吗？我深得Snake 的真传，最有存在感的莫过于捕兽夹了，确实。妈，过分！怎么那么多捕兽夹？啊，你走这儿的话，啊，还不如不走这儿呢。你走这儿的话，不仅会被夹子夹，还会被上面这个打。然后你出到这儿，会有可能会发现出不去，因为是内侧。我从独挡一下，嗯，只要勤独挡，一周目也可以变成二周目。You remember the fight in the jungle? We barely made it out alive. Hi. Go with your gut, don't think. 对呀。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you taught me. 你小子。Sloppy. Sloppy 个屁！我他妈打到你了，嘿嘿。嘴硬。克劳萨怎么嘴这么硬？你小子，准备交接班。还有打一发就跑了。右边那个其实不用打，
黑暗历代记得枪下游魂玩过，玩过的枪下游魂玩过一代。Holy shit！ 看来还得打掉他。我操！他这个夹子加机枪塔是不是用的太好了？大量桥段。我怎么越走越下面？怎么是下面？下层？步步为营。妈猥琐家伙，放陷阱！他是不是心虚啊？抽到火箭筒里昂吗？没有，很遗憾没有。哟，有红草，会不会有陷阱？这么善良的一个红草，也不客气拿掉了。手枪子弹好像地狱十发它必掉。现在就二十多发，它就不掉了。绿草很多啊。Holy shit， 哪儿呢？这儿。能把狙给。哎，这个好像狙镜举起来以后，这个灯光就不是很刺眼了，这是什么原理？啊。I don't know. Guess I'll ask when I see him.哦，这个地方我感觉要大战一场。Well, you've really gone all out for me. You shouldn't have. 就是 you shouldn't have. 下来场景提前狙，克劳塔就不会骚扰。就是跟他近战拼刀稍微有点吃力。滚了吗？枪命中，他好像滚蛋了。偏光镜这样的，叫偏振镜片是不是？只有一定波长还是什么的，光才透得进来。还有个绿草哎，挺贴心的。可以喝点大绿吃了，我操！克劳塞真的一发狙就嗝屁了，狙真好用，老狙升级不亏，伤害拉满。狗屎！底上捕捉夹哪去了？这样的，我这没有，嘿嘿，我猜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吧。UV 镜，对啊 ，UV 镜。哟，这感觉要来场大的了。
吃饭，今天吃饭早，是的，操，吃饭早。来。哎呦操！哎呀，不好意思，你连你也炸到了。掉下来了，哎。不行这样，逃跑路线一起被插到，尴尬了。来来来来来，好用的这个。过分。他很聪明，他就不踩线。选中了，选中了，等一下，独挡了，直接踢到墙里。疫苗拿掉。哎呦操，太慢了这几秒。他扔了个什么东西过来？他扔了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七秒不太行，七秒不习惯。扔飞刀啊！你没那个居中白点，不好预瞄。This is it, soldier. 可以弹他两枪。
mistakes. I'm not falling for your mind games. You're really doing this? It's not too late. You and me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 guess that means we'll never see eye to eye. You've made it all this way. You haven't learned a thing.哎呀，我中计了，我踩到了地雷，防御五连失败。This is it, soldier. You're really doing this? It's not too late. You and me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Guess that means we'll never see eye to eye.刚才好机会呀，不应该跑上去，我跑上去干什么呢？没机会用，你怎么说没机会用？万一有机会用，不留着留着留着，我很少踩到那陷阱。哈哈，你要两枪打头就死了，废物。We done here, Krauser. I told you again. 第二枪刚才是没打到头，我跟你说，打到头就过了，两枪头就过了，这就是三倍威力。下一阶段不用打他，是吗？鸡翅膀来了，鸡翅膀。Between you and me will be. Down there. 我和老大一起被炸翻，对我也是，我刚才就被炸翻了。他偷袭。Time to finish your training. Witness the power. Power. You've lost it completely, Krauser. 哎，有木箱子。哎，操！啥意思 ？So that's your true power? Oh, I'd ask for a refund. You're gonna regret that, smart mouth of your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found faith. Faith is for the weak. Power is real. Only power is real.会白金吗？会啊，大概会。他不会在我蹲下的时候偷袭我吧？这样也太不讲武德了。这里不用跟他打。哎，我只掉那么点东西。我子弹那么少，为什么不用多掉点？来点子弹。Shit， 两下都中了。我想独挡。不。咦，怎么了？卡牢了。弹他一下，第一次是弹，第二次是阿三。哎，为什么弹不到？一共就两下，我还被打他一下。哎，而且还读盘读那么长时间。So that's your true power?
对，他上来先转个身，一般人认为他冲到面前就要弹了，但他转了个身，装什么逼呀？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found faith. Faith is no weak. Only power is real. Only the power is real. 绿草给养多，他知道是你疯狂掉血，大概这意思吧。哎，我这个还能吃吗？哎，没有掉。Krauser 很生气，明明我带出来徒弟，结果比我强，像话吗？这不像话，气死我了，真是。这次的红外，不是红外，这个热成像瞄准镜居然占4格。哟，这个梯子上去看上去像是最终决斗了。5发手枪弹。就这，里面有个小黄草啊，我捡到了。不会，决战警上去投克劳萨，你这不讲武德。想跑掉。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什么差距了。Rookie 是他幻熊士出来的时候跟克劳萨练。但那个时候已经一起行动了。所以说差不多。杠杆喷有点那啥，杠杆喷没有升满。对，我也觉得这场战斗稍微有点太近了，不太好瞄。试试看吧。你妈的！我操！太暴力了，刚才分头了，弹板狙头啊！被李阳抢，没有被李阳抢，满足还拉好像死掉了吧？有被李阳抢吗？哎呦我操，这是什么东西？
哎，怎么回事？操！打得好吗？这个？没钱直播。目测三枪头，好像不止四枪吧？可能要，我刚才打的应该不止三枪头。对呀，他要抛完嘛。都没触发跳二楼的动画。是不容易。这把刀很强的。用不了筷子是什么意思？对啊，用他的刀好了。他的刀也有耐久吧，我的刀可以扔掉了。马文劣质刀不要给我。这把刀原作里面好像是救 Ada 的时候扔出去了，咻，抛到二楼躲是吗？怪感人的，我操，他的刀站的地方大一点。但已经没有资源升这把刀了，是吗？这东西挺多的，搜刮一下。送储存箱啊。巨子弹都打完了。表起来，那有泰迪不适合打小怪。尴尬。克劳萨这把刀是 1.0 吗？啊，威力 1.0， 耐久 1.4。 我呢？啊，耐久 2.2。 哦，原来这样。别吃，给我掉手枪弹干什么？红绿留着和这个红黄绿啊。疾风绿高耐久度于一身，我没看出来高耐久度，那耐久度没不是很高。好像真的，这个两个绿和一个绿它没有区别，和单吃两个绿没有区别，但是和三个绿可能是不是有点区别，和三个绿好像就可以不直接补满了。
也不行，补不满了。啊，那和单吃三个绿不是一样，有什么区别？对啊，吃了一个三绿，等于吃了三个绿，这个，没啥用。整格子也行吧，怎么感觉一次就过了，有点意犹未尽，要不要独挡重打？这边还有个箱子，没用金蛋砸翅，金蛋留着传家宝，给我掉手枪子弹，用你掉了。对，有艾士尼的那个不挂坠就可以补很多了。现在独挡还来得及，要不要读啊？读一下吧，要不还是他也没给我掉狙击子弹，就掉了四发还几发。读，重打。要找合了以后啊，他就是要单吃才行，是吧？你怎么把箱子划了呢？哎，空力发，哎呦操，这是什么招？哎呦操，这个远，这是跟斯坦丁学的 Stinger。这要怎么躲啊？捏爆了。右手爪怎么攻击没办法反弹？是啊，这怎么？要不就这样，就是用喷子打，打出硬直的换狙。耶、yeah, ！你又扎我头！算了，不行，好运只有一次。他低头躲了一下，
哎，这个场景他读盘不知道为啥特别慢。蹲下是不是就躲过去？我也想试一下。等会试一下。哎操！又被打下去了，别踩，别踩了，大哥。还有完美弹板可以让他出硬直。别，我独挡好吧，我独挡。别。最好用都用刀。哎，人到哪儿去了？看不太清楚他在干什么。哎呀，脚有硬直，这样的。这个甩狙甩的不是很那啥，不是很准。打到了，我掉下去了。就是他回身的那一枪。哦，可以，就是还是要完美弹判才行。很容易出硬直，但是弹的不好就是刀断掉，啥也没有发生。他的那些轻攻击都是可以完美弹的，感觉回旋斩的那一下好像好弹一点。我知道能拿刀扎，但是。哎呀哎呀，想举枪来着，想蹲一下，没蹲下来。鼠标瞄准你这样，在出提示以前就能刀炸啊？算了。那我倒不知道，但是这样刀扎的话，刀不是断掉？我感觉掉下去被他踩，好像掉的血不是很多。Are you ready, rookie? Yeah.
哎，怎么回事？有来来了。哎呀呀操，没看见没看见，死了。好，我觉得这次打的比刚才那把好，你们说呢？娃送回去还是怎么说？18，哎，对，我觉得比刚才的好。晚上好，风铃。战斗匕首，要不战斗匕首直接送回去吧？这样要他干嘛？啊，打的是连狙好一点。是好一点，容易打中一点，但是连狙威力低啊。吃药呗。吃一个，吃一个，单吃一个绿草。哎，这次没有掉步枪子弹就是。哎，这儿掉了，打那麦林最好。全是手枪子弹。哎，这底下就一个箱子吗？你弹出你球两枪头都死了，我操！好，步枪子弹来了，同志们，有钱了，不对，有弹了。鸡蛋我舍不得吃，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你们不懂这心中的心酸。麦林对祖传的怎么能用呢？在箱子里。李阳，哼，手下败将。哪尼垃圾，五七八语。刚才没漏东西吧？本章完了，就这，看看成绩，全部火药拿到，都和麦林了，我操！那你凶啊，3小时死了一次，77命中率，就这。不保存，应该还是从这儿继续开始。第15章啊，好像回不去了。据说第15章还能见一次商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打靶小游戏。普通商人，有，这还有一大片哦。我知道第15章是啥了，第15章是军事基地那个，就是在麦克要来了。开飞机的舒克，手炮后坐力很严重。
gotta be their sanctuary. 啊，这不是 Ashley， 每次都能看见。Their defenses are no joke. 就三个人，四个人。没了，这个感觉是最终 boss 的平台，这个可能现在还要继续过去打。都 S 了已经，但是还没有全骷髅，那个最后三关的全骷髅感觉有点难，特别磨。40个左右是啥？高爆雷，有高爆雷。直接火箭筒打最面值敌人，然后呢？那你用三倍镜的狙不也可以吗？我这是一倍镜。哎，这不伤人吗？哦。Breaks over, I suppose. 哦。高爆逃课，哦，我知道你说啥了，就是那个机枪塔可以用高爆炸掉，是吗？不行，我不亮点，一周目认认真真自己打，不要老是想着摸鱼的事情，这样不好。李龙从坐车进村到就是最多16个小时，为啥？究极 skip， 把恢复药品的出售价格放在中央。城墙巨人和智力炮塔都一发秒。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Oh shit! 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威力提高至两倍呀！克拉萨的刀那么屌，牛逼啊！直接提升到两倍，但二点二，叫什么？耐久很差是吗？1.4，目测是1.5、1.6、1.7、1.8，最高耐久1.8。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要不要升一下？一刀四的伤害，那不是枪也才2.7，比我红酒还高，过分了。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我两把刀都带了，是吗？那削刀是不是就不用了？削刀，见鬼去吧！这个太占地方，主要是有了初始小刀就可以带初始小刀和这克劳塞尔刀，那不需要这个马文刀了。初始小刀是一个是无限耐久，一个是高威力。因为每次修刀很贵，刀如果用来杀人的话，那肯定是用这个好。但是你刀一般都是用来防御啊、弹刀啊什么的，或者是反击别人，被抓了以后戳他一刀。所以说，深不深？
攻速快啊，一点二，确实。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弹反效果。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独角仙。卖了。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不适合食用，但也可以吃。A deal well struck. 这个已经可以卖掉，卖掉了。这个弩箭雷还真是难受，他妈留了两发，也不知道干啥。这个卖掉，两万。Thank you。多的挂坠可以买一下，挂坠不着急，一千块钱卖不了多少钱，挂坠留着。碎炉者。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哎，我还有个红色建筑石呢，五十一。There's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十五，十五加四十，五十五，你需要五十五。最好是能有最后攒到五十九，感觉没戏了。弩箭雷没用了，是。Where would it come back anytime? 套一圈换了，我怕二周目不够。我还留着那啥换二周目的东西嘞。哟，他打折了40% off。Bang for your buck, I guarantee it. Anything suit yourself, stranger. 狼牙刀放进去。不要，唉，出的钱都太少了。蝴蝶卖了，买杀手器，怎么可能？倒是杀手期我打折肯定会买。Welcome. 买了那40% off。买。Honestly, this might be the only gun you need. 但我也不用麦林。Welcome. 我为什么要买？ Don't get yourself welcome. 20。那蝴蝶。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 mate. I'll see you.爆几率值五倍，其实就是点头必爆，必死。这个打克劳萨还挺好的，是吧？他点头是五倍爆几率。这个游戏他还有爆几率这一说吗？杀手七的话，无限弹确实是杀手七比较好用一点。好了，整理完了。蝴蝶要全部改满，两倍伤害改出来，这样的话会比杀手器高。杀鹰就是开枪很快。有全武器的奖杯吗？有，是的。我觉得现在的鸡
母舰雷。还是留着吧。一二三四。红色线柱石又多了一个了，那看来红色线柱石不用换了吧？前面还有一个手链，哦，那就是刚好塞进去就满了。对啊，五亿色最贵，除了五个的话都是四个孔的那种都是四铜色最贵，三铜色二铜色最贵，只有五个孔的是五亿色最贵。突然想理一下包，没抽到打击者，是没抽到，脸黑吧。嗨，这空一个有点难受。空的这个用这个填满，其实换一个高倍镜的话，这儿刚好塞满，非常完美，是不是？护眼克劳萨刀，换克劳萨刀就塞满了。那上面还是空一格。看你的护食表，说着说着突然开始猛汗。护食表是什么东西？请不要把其他游戏的东西掺和进来。克劳萨刀是四格，跟这个红酒枪托刚好是对齐的。跟这个红酒枪托刚好是对齐的，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没什么意义，克劳萨刀你拿出来又能怎样呢？你也不怎么会去用它。修修还挺贵，用马文刀就行了呀。高爆雷我是少一个吧？啊，没有少一个。
如果有三颗高爆雷，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往右移一个。把两火药塞到金蛋那儿，为啥？把蛋和火药，把两火药用掉是最好的。整理完了，手机按了个自动，那不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这弩箭雷两把打掉就好了。这样。就是什么东西在别扭，就是这个东西在别扭，它没有跟刀对齐。高倍镜的话就可以跟刀对齐了。刀杀瞎子挑战，我就这个挑战没做，其他一周目能做的挑战我都做掉了。那个时候好像是刀不够耐久吧，还是什么意思？好像说普通难度的话，一把刀的耐久扎完好像不太够一点。然后当时就继续打下去了，没有那个太纠结。啊、哦，存个档，之前应该没漏东西啊，17、24，还有一二三，七个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刚好没漏东西。九老师怎么还不来催？好奇怪。